My name is Amy, 28 years old. Started this shop working for 14 years. Currently, I own this business with my friend. Trying to be successful in years to come. So slowly but surely. This is 套餐, 还有米饭.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他们跟我讲哦, 我觉得华语比较容易写, 玩 arcade, arcade 那个车, game arcade, 不是那个下车的 arcade. 对, 因为这边有很多Hong Kong, 台湾, 中国, 是他们喜欢, 如果我可以讲华语, 他们很吓到, 诶, 你可以讲华语啊, 然后 可以拿 customer 多一点哦。 对, 做生意可以讲华语, 很好。 对，我是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一半一半。我本身是做工的，收钱，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人拿，我去问那个management，可以拿这个store吗？他们讲可以啊。Chef，Hey Chef，我可以啊，全部都我可以弄。Sunday sales，烧烤，全部都。贵，那因为我做很多次了，可是很热，要用风扇哦。 买烤虾、鸡肉、羊肉、牛肚子、米饭。对对，跟他们学咯。我每天在这边做工，问，如果我不懂，我喜欢问。哎，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学啊，每天都要学东西的。Thank you。结婚了，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一个老婆也不给那么多。 这是被抓很难的，开玩笑。6点晚上到1点，回家睡觉，早上做工，早上还有做工，不做 sales 啊。对，因为新加坡很贵，驾车是要用油，要打油就很贵了，家里的很贵，没有办法要做工两个。 现在我还28嘛，累一定累啊，而且我可以拿，如果过老了一定不可以啊。人家要做生意的，我就 supply 他们咯 ，SBY Frozen Food。 你的 customer service 很好，人家一定会来。那么接下来他们会来，因为我希望给人家一个 stick 送给他们吃先，如果不好吃不要还钱。 如果你不要跟我点，我也是没有生气。棉被是这边1号，汤婆叫那个欧巴沙爹，欧巴沙爹是阿嬷的名字。